八分钟两道菜，郭主义化身双锅侠，让小城大战棒棒棒棒棒。第一道，培根神仙菇；第二道，香香鹅肝。这边呢？我两边都要炸，鹅肝我们先来。可这样很干，炸吸水。我觉得它应该是变得会酥脆酥脆，但是里面还是保住软的，你放心。哦。现场倒数一分钟。哇，你看看。而且杏鲍菇水分还是很足够啊，棒棒，谢谢。香香鹅肝棒棒，你要棒棒锅是不炒出来。五星级安康鱼料理，詹姆士干湿两吃，滑嫩有嚼劲。我要鸡丝米粉炸鱼，香浓直扑鼻。阿姨师要做什么菜？汤料一锅，祝您阖家安康。我会把鱼肉切割下来以后干炸，直接摆上来，喂鱼骨熬汤。是，熬完汤以后就是用味噌跟萝卜丝提味，煮米粉汤。菜名叫做左右安康。你今天要做两位是哪两位？我们今天做法是有点像花雕安康鱼的感觉。刚才把它先炒起来了，有调酱色是不是？我把花雕酒放进来，那我们现在把部分的拿出来，其他这个锅子我们来煮面。二号哈，二号会不会就是二号？我刚才吃完你们在喝牛奶了吧？我就是想拿刚才那个第三个。炒营养哎！这节目要怎么录下去了？心情这么不好。欢迎观众朋友再次准时收看《谁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的打开神秘的舞台。今天呢，我们看谁最幸福的五星级料理呢？有来了这个四位，是对我们台湾台和都会台都相当有贡献的生力军。没有错，爱玩的客人以及爱台湾的客人都是最幸福的。我们用最温暖的掌声来欢迎小钟、大雅、夏雨欣、蒋梦麟，欢迎四位。欢迎四位来做客啊，很开心。两位玩客代表，两位台客代表。哎呦，这两位这是合作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火花很棒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到了，已经到了合八字的时候了。已经到快怀孕的。因为我们彼此刚开始不是那么熟悉，当然，但是出外景之后呢，两个人共患难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有点走实境，对，就直接来的，都没有跟店家蕊好的，制作单位都会给我们难题，要我们自己上网 Google， 然后自己想办法到那个地方，真的是自己来吗？自己来，有一次都塞的，没有，我们不是像有台的一些节目在塞的。然后我们最主要是我们那时候还吵架，对，因为他有他的意见，我有我的意见，真吵吗？真的吵。另外两位，他们是还挺爱玩客的。礼拜三晚上10点3例。礼拜四晚上10点29台，我们是青春喝气筒。艾泰哥跟爱玩客，今天还要做餐吗？我就继续宣传。型男大叔叔，好不好？有几位会做菜的大叔叔还要介绍他的好料，对啊，建议来吃一下好料。好的，平常那些好料都要自己去找，不用找。今天呢，我们随便做给你们吃。好，马上呢，八分钟两道菜，欢迎郭主席。马上呢，郭主席师傅带来两道菜，而且在八分钟之内。第一道，培根神仙菇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一听就知道，这真的很简单了，这真的很简单，对。第二道，都不简单。第二道香香鹅肝，好，八分钟做两道菜，仔细看好，眼见为凭。计时开始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泡过的，我们神仙菇拿起来。这个菇买来说是干的，干的，然后在里面穿烫一下哈。小猪菇多半都是干的，对。杏鲍一共只有8分钟，真的。杏鲍菇是直接一根是吧？一大根。一大根，看切丁大小，对。杏鲍菇是要跟哪一道菜做的、啊？杏鲍菇，等一下跟我们鹅肝。鹅肝，哦，对，香香鹅肝。还有7分钟，加油！他们的手法要非常纯熟，也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，他们全部都想好。哦，你看，那水不要了。对。
这边的油我们倒过来一下，这么多油啊，过去一点点，对啊，一定要挑两一样的锅子，是对。哦，有点慌哦，哈、哦，小慌小慌，来得及吗？哦，因为臭不怕热，不怕烫铁砂掌哦，烫哎，来，嗯，哦，还要吃，还要炸、啊，这边呢，哦，两边都要炸，加油，啊，加油，还有点面粉哦，面粉，面粉，对，面粉，你加什么？哎，加加面粉啊，就是面粉加面粉，对，加面粉就好了。面粉加面粉，中筋啊，多半都中筋，不强调的话多半都中筋。哇，哎呦，好香哦！他把不必要的水分，除了这样的就是培根之外，不必要的水分可以全部弄掉。哦，培根出现了。哦，对，他把水分都炸出来。对，培根鹅肝我们先来。对，全部都用油炸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现场五分钟倒数了。哇，这看起来就脆脆的，这感觉应该要做那个咸酥口味哈，炸蟋蟀，这样很干，炸蟋蟀，这好吃吗？看起来好像硬硬木条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变得会酥脆酥脆，酥脆对，但是里面还是保住软的，你放心。哦。培根神仙菇，所以在很短时间之内把培根的味道煮出来啊。对。哇，来不及。那你这个培根跟茶树菇的组合啊？对。来得及吗？好，那现在这边也好了。嗯。哦哦哦哦哦。哇。炸的好像豆干哦。嗯。有点像。好对对对，很像豆干。对。嗯。它那种面包块之类的，炸的好像牛肉。冻僵，真的哎，对哦，嗯，牛排的感觉。四分钟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紧绷哦。辣椒，天哪，来不及。你刚刚的培根辣椒，两片还是三片啊？七片。哇，神仙菇进来，再加鲜味露。看起来好干哦，那会 juicy 吗？鲜味露，等一下吃看就知道了。鲜味露啊，对，糖，糖，好，还有酱油，酱油，哦。再进来一点水，好麻烦，要一点水，很多料呢。对啊，好手续，手续很繁复，不搞不搞。对，因为炒任何东西你要有水分，有湿润。任何的炒哦，你想到了任何跟炒有关系的菜都要有水。啊，颜色好漂亮哦。来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围出来啊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，哇，加进来。好，真漂亮。我们再来，再加一点盐。鹅肝这样子炸过以后不干吗？米酒，等一下试试看啊。哦，那个辣味都出来了。米酒两汤匙，哦，辣味那个辣鲜露，两分钟，大匙，米酒也是一大匙啊。对，来辣鲜露，辣鲜露。再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糖。刚刚看到同时翻锅的画面，啊，表演一下同时翻锅好不好？啊，表演一下同时翻锅。对，哇，你看看，双锅笑。好呛，好呛辣的感觉哦。这边呢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水进来。喜欢吃辣，爽死！喜欢吃辣的。现场倒数一分钟，加油！哦，好辣！加油！哎呦！哇，双锅侠！你不要打他！现场倒数一分钟，加油！哦，好辣！加油！爽爽爽！来香油一点，麻油，香油，来得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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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培根神仙菇完成，好了好了，培根神仙菇完成，对。八分钟，香香鹅肝菜，你看看，这好像骰子牛肉，好，对呀。培根神仙菇还有香香鹅肝两道菜完成了。准备出题来抢哦！来，看好了，题目是：澳洲科学家发现，被视为忠贞和专情的天鹅，不止经常有婚外情，甚至 A 六只小天鹅就有一只是私生子 ，B 六只公天鹅就有一只劈腿。剪刀石头布，吉米，没关系，这题很难，这题很难，这题很难哎！我选 B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。
因为我是学跳舞的，然后跳舞的就有天鹅湖，然后天鹅湖这也可以跳舞，就会劈腿。天鹅，他是真的天，他是真的天鹅，天鹅湖。天鹅需要劈腿？我觉得是母鹅哎。我觉得是母鹅，因为大家一般印象中会觉得都是男生劈腿，所以他这题目故意出的有点人性化。哎，有道理啊。鹅的世界里面是母鹅。那就选 A 啊。好，就选 A 啊，那我们就 B 啊。对啊。开啦，你们选 A 嘛。对啊，选 A 我们蛮开心的。好，我们不要改变好了。B。六只公天鹅就有一只劈腿，比例这么高，这么爱劈腿，真的假的？答案是 A。我就说这题很难，是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你们看我多开心。来，请说明。澳洲科学家发现天鹅经常有婚外情，雌性黑天鹅最爱红性出墙，到处留情。基因鉴定显示平均六分之一的出生天鹅是私生子。你跟着辣椒一起吃是吧？青椒啦。哦，青椒，吃青椒，吓死我了，一点都不猜。它本来就熟的耶，在这样炒，在这样炸，它好厉害，把辣味都炒进去了。这一定要的。而且杏鲍菇水分还是很足够啊。看起来像豆腐的杏鲍菇，豆干。嚼劲很好，香，很香。这好适合当韭菜。所以说为什么叫香香鹅肝？真的，鹅肝很棒，棒棒，谢谢。棒棒，香香鹅肝棒棒，是由棒棒郭师傅炒出来。而且菇好香哦！它这一道到底是要吃培根还是要吃菇啊？都要吃，一起吃。它的那个哦，它的茶猪菇好香哦，菇味很硬，培根的咸味都到那个菇里去了。对，还有培根的香气。菇原本有咸味吗？那没有咸味，但是那个整个香味带出那个咸度出来，那个培根，而且完全香，不详细耶。他们不详细耶。茶猪菇很浓郁啊，而且炸过。你干嘛？我当什么？炸过之后更有嚼劲。那那个菇不硬吗？不会。菇啊，菇的话，我觉得你要说硬，牙口不好的会觉得硬。对，咬起来会比较。但是咬越咬越香，应该说它越咬越香。好的，谢谢郭超。这一次的完成呢，8分钟两道菜的艰巨任务非常精彩。好，现在马上呢，为了你们的辛苦的外景工作，我们要吃一些好料。好耶！安康鱼，各位，安康鱼算是底栖鱼类，又叫做琵琶鱼。全身的肉质呢非常的紧密，而且不会松散，连皮都可以吃，胶原蛋白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它的脂肪少，所以热量也低，然后它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ADE， 而且它的鱼肝呢可以保持我们的视力，还可以预防肝脏疾病的功效。哎呦，这么好的鱼，非常好，不生吃太可惜了，也不用那么急。来交给阿纪，阿纪师有请。谢谢。好，五星级料理今天是安康鱼，是阿医师要做什么菜？汤料一锅，祝您阖家安康。汤料一锅，汤料，所以今天是个汤菜还是就是个蒸菜？米粉汤。米粉汤。对，那我会把鱼肉切割下来以后，是鱼肉归鱼肉处理。那么鱼骨归鱼骨熬汤，是熬完汤以后就是用味噌条跟萝卜丝提味，蛤蜊提味，煮米粉汤。完成以后，鱼肉来干炸，炸完了以后，我们用新鲜的山药跟鲜奶油打成浆，去捞鱼了以后，直接摆上来。怎么做？来，请看。好，那首先呢，下巴这个地方我先剪开，那么整个头骨呢就分了。那边是在卖人肉叉烧包，是不是？好像在工地。我旁边好像是工地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骨头有这么厚吗？有，但是骨头真的是胶原蛋白蛮多的了。两边工地来了哈。阿基师加油，要输他，阿基师加油。我们的地基打好一点。赢了，阿基师赢了。来了，哎呦，漂亮漂亮。啊，那么整个肉呢就干干净净的。等一下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就直接用味噌调味，然后沾地瓜粉直接干炸。炸完了以后呢，外表呢就用一个山药泥去裹住它，让它入味，把煮好的鱼汤直接放在米粉上头。很难想象。对啊，这好吃。那你鱼骨就没有多少了，它的鱼骨。所以我这边等一下会加一点点蛤蜊提味啊，会加一点蛤蜊提味。
啊，可以把我告那个。你这边是到底宰了十几条鱼还是怎样？我要把它切完呐、啊！太夸张了，你不好意思、啊，你变对批发商都没礼貌。对啊，我是大牌批发商，我要踹他。我要等阿迪斯下他，我就一起下啦。哦，他们还相互呼应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？这个。我用高油温直接去炸一下，是啊，然后拿它来滚鱼汤，是啊，那在滚鱼汤之前呢，我这边有一锅清水，是我米粉先穿烫，先不是穿烫，先焖泡，焖泡，焖泡，先 keep 起来哈 ，keep 起来料，我等一下就用鱼汤捞着米粉给你们做试吃哦，米粉就先吃，还没杀完。他两尾了，我刚刚看到他，先到隔壁关心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因为已经有邻居在投诉。好，好，来，这边请来。你要做什么菜？菜名叫做左右安康。哇，什么意思、啊？不是福气安康吗？为什么是左右安康？因为我有两种做法，左边也是安康鱼，右边也是安康鱼，两位。哎，对对对，来这边，我们先来做酱。我们知道它是底栖鱼啊，对，大概都在多深的海域里面啊。哦，深哦，多深？它十来米吗？不会吧？十来米有哦，十来米有啊，有。你今天要做两位是哪两位？其实应该怎么讲？有看到律师跟詹姆斯两位啊。有吃过花雕鸡吧？有。对，我们今天做法是有点像花雕安康鱼的感觉。哦，花雕。待会会炒一个花雕的安康鱼出来之后，再用它里面的汤汁，我来煮一个面。哎，有面呀。有点偏微微的辣，粉一边面，微微的辣吗？微微，加了两汤匙的花椒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哇，好辣哦！一大汤匙的豆瓣酱，好辣哦，真的。哦，闻到。你不要只是剥，你把它炒，对，要炒起来。干辣椒一碗，一小碗的干辣椒全下，再加香油，对，一大匙。韩国那种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要求碰到爹娘。香啊，那你嫁你胖，嫁你胖啊！詹姆斯在这个去过韩国以后，他对香油、麻油这一系列哇，好多耶，特别有研究，喜欢呢，喜欢吃。那你现在炒到它这个辣椒膨胀起来，辣椒有点膨胀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把糖放进来，为什么那么甜呢？三小时，是吗？不一样的，哦。不一样的，哎，不一样，跟以前白芝麻不太像。是的，我也是韩国带回来。那我们先稍微把它放凉。那你何不就是要整个炒完之后，再加一个什么冷油就好了？不香。你还是要炒的时候，让这个任何的香气全部都集中在里面。哦，这样会不香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那就放在一个风口下面吧。你可以帮我吹一吹啊。好香、哦。来，赶紧烤花生。好，交换位置。哦。这样就好吗？嗯，转大一点。哦，真香！啊，这我可以指纹。来，我看一下，香，太香了。哦，这个，然后整个香气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豆浆。哎，豆浆，恭喜给豆浆。然后整个香气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豆浆，哎，豆浆，恭喜得豆浆，就等于花生豆浆多营养啊！对，这个待会是汤头的料理，汤头，对。那打完你再可以闻看，很香。第一道，我才要闻呢。在想好不好？有没有闻到两个抢？我闻的法力香，我的妈呀！我赢了，好香哦！哦，你哦哦耶！好香啊！好花香哦！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放到汤锅里面的。哦，这么浓啊！对，很花生的关系哦。你品尝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比较好倒。我让我再大伟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哇，好浓哦！好勾哦，它怎么变这样？好了，我们要到隔壁去了。好，走吧。
把这些料理捞起来，先放到果汁机里面去打浆。啊，连鱼骨吗？连鱼骨一起打，然后再熬吗？然后再熬，熬了以后呢，现在我里头没有放蛤蜊。嗯，啊，没有放蛤蜊啊。来了。喝对虾，喝一个清甜的萝卜鱼汤。是啊，萝卜味其实还蛮重。我把萝卜鱼汤先拌米粉，让你们先垫一下肚子哈。这已经不是什么普通的试吃了呀，这几乎是半成品了。对，我都会打出很浓的东西出来。嗯，哦，这高汤不得了啊，这个骨头被撕裂的声音有没有听到？给它放起来，给它放起来，吼，给它飙嘞，飙嘞，啊，怕好一吹高。因为金气心十足，你在拍广告。鱼骨哦，我曾经在家里面打过一次，鱼骨打出来都是因为骨髓的关系，对，都灰的。天灰灰灰不灰，不要趁机打歌。让我忘了你是谁。爱玩客，爱玩客，好好别动啊，别来。接着我现在用残留里面这个泥渣了，也不要浪费了啊，然后把这个山药放进来，对对对，哦，里面那些别浪费了，别浪费了，没错，然后鲜奶油好，安尼清楚头都安尼个拍起干，拍起干，哦，这山药很臭。好的，请出题，题目是安康鱼为了要快速抓住猎物，他们竟然可以瞬间 A 嘴巴张大12倍， B 左右横移1.2公尺，请问 A 或 B？ 爱王哥，爱的，打吧，爱王哥，爱王哥，爱王哥，好气口，气口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对，爱王哥 ，Yes，Yes，Yes。没关系 yes。答案是，应该是觉得是 B 吧？啊，你觉得 A 哦 ？A 啦 ，A 啦。我看过他嘴巴超大的，真的，而且嘴巴已经很大了，还在十二倍吗？他是可以从就是嘴巴看到他整个身体里面的，真的假的？十二倍？你看到的是海参吧？我看过，相信他了吗？相信他了。嗯。A 答案是 A。哎呦！可以张大十二倍吗？为什么？捕食的时候呢，安康鱼的嘴巴可以张得更大，是平常的12倍。哇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呢，一口将猎物吞食到腹中。哇！饥不择食的时候，甚至于还可以以同类为食。哈塞！你整个把朋友把自己吞掉哎！对对，蛇也是，蛇也是。对。其实这样就够鲜了，你还要放蛤蜊哦。嗯，不够，而且甜呢，好甜哦，好甜好甜，而且很适合咸味够，咸味够，刚刚好，味噌的这个咸味够，味噌的香气，哦，配上这个芹菜，嗯，哦，然后准备，包奖，你们新节目开张应该很旺。真的、哦，真的，我们礼拜三播嘛，嗯，礼拜三晚上10点嘛，爱王客，那我们就3号。三嘛，我想要左边数来的第2号啦。2号哈，这个吗？2号，会不会就是2号？我也不知道哦，一定要听哦，听他的。3 2卡波嘴爪户，有，跟你说，2号确定了，就他了。来，锅子。才吃完米粉，该喝牛奶了吧？第一次推出地瓜牛奶就被你抽中，哎，我跟夏雨乔其实也没有呢，我未来也没有喝过。哎，我换搭档，爱达克，爱王克，超级酷，夏雨乔，我记得你们两个，我来喝牛奶啦，吸管3根，哎，好浓哦，哇，你这样喝，哇，好绿哦。是打的吗？是刚刚新鲜打的，打的而且我们会是绿色的，的太多了吧？所以那小庄哥才是乳王。哎，这我先打的。停停停！你要给我喝？这好像是福利啊。
好了，来请喝，请喝。蛮好喝大小的，地瓜牛奶当然好喝啊。那你干的就很好喝。这是一个什么奇人之福啊？哇，喝不到，喝不到了，用倒的。倒的，干了。轮流喝了，比较快，轮流喝比较快。哦，好累哦，喝这个。哇，其实蛮好喝的，蛮好喝的啊，只是太浓了，是的，它是打稀一点，太浓。干嘛喝完了？喝完了，你给了。分别回去忙，姜已经被那边姜干了，然后这个大蒜也放进去，炒了也都软了。然后那颗粒是什么？糖，冰糖。哦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安康鱼放进来，这个是已经烫过水的，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它不会有腥味。好，来，大部分的安康鱼会栖息在海底的沙泥里，但有些体型较大的安康鱼竟然会特别游到水面上。A 晒太阳杀菌 ，B 吃海鸟充饥。你确实蛮厉害，大牙确实厉害。来，剪刀手，剪刀手。哦，没关系，这题很难，这题很难。我觉得刚刚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学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它不太可能出来晒太阳。那你呢？我觉得哦，这题难。啊，好难。我觉得吃海鸟，哎。你们俩都吃海鸟啊？那就吃海鸟，那就吃海鸟啊，听他们的啦。B， 哇，竟然，你竟然听了 B 是不是？对，答案是，对，答案是 B 是。听他们的，是海鸟，嗯，因为它大十二倍嘛，嗯，来请说明。好的，大部分的安康鱼常会埋在海底的沙泥潜伏不动，利用头上的发光器在大口前摇摆捕捉鱼类。有些体长60到90公分的大型安康鱼，只能够游至水面上捕食水鸟。干杯啦！加油！好，爱台哥加油！来来看了，请送贺气球。赞哦！每个礼拜四晚上10点半哦。嗯，来九台哦。应该没有甜味吧？有。嗯，有。你的豆浆是有甜味的，花生本身是有甜味。你在想对秦东坡这三个字喜欢哪一个字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，中。两个中，哇，三个都不一样哎啊！两个中不一样，两个中一个中，那就中了。四、五、六，好不好？嗯，中就是4、5、6嘛。对，这三个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六，两个中。我们还有默契，有默契。牛奶的，地瓜。金眼，超 ，Oh no！ 哇，锅子的照片，锅子有照片吗？有豆子，照片是锅子，锅子。哇，这节目要怎么录下去？心情这么不好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们现在爱玩客，整个心情都不好了。心情遭到了谷底，刚才把它先炒起来了，哎，有调酱色是不是？我把花雕酒放进来，里面什么东西？只要花雕酒颜色就变咖啡了，对。哇，那我们现在把部分的拿出来，其他这个锅子我们来煮面。面？对，部分拿出来干嘛？分盘呢？会拿出来一半呢，还是1/3？1/3。然后就用这个锅子来煮面，那个面是汤面喽。汤面。那我待会再过来。好。刚刚用蒜苗混到里头去熬它啊，这里面调味只有一个味精而已。啊。好。那我整个提味的部分都是透过这个食材的原味去做互动啊。来，准备。题目是。马里亚纳海沟里头有一种安康鱼，雌鱼到了交配期了，它才会长出发光器，原因竟然是 A 要负责捕猎物 ，B 恋爱当中呢会眼盲。嗯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就专门刻陈哥的。真的耶，好会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刻我吗？演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恋爱中会演嘛。我也是觉得是这个哎，因为他说原因竟然是 B， 这是一个好 B 语法。我们恋爱中是眼盲的 B， 答案是 B。不要讲，没有变了，没你说了，你是新冠了，第一次。
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答案是 B。来，请说明。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里头有一种安康鱼，雌鱼在交配期了，眼睛中会长出盲点，随着雄鱼的寄生越久，盲点也就越大，所以就在自己的背上长出了一盏灯来代替眼睛，免得迷失方向。正确答案是 B。赛农。哇。太烫了，太好喝了，感觉晚上怎么好鲜甜哦，超鲜，非常鲜甜哦，比刚刚的米粉再鲜个十倍吧。你们是每个礼拜几啊？礼拜三，礼拜三晚上十点，要不然就抽第三个、啊，是那边三或这边三呢、啊？我就想拿刚才那个第三个，这个，是我们本来要我们拿的嘛，一二七，七嘛。好，那他，不然就他，要不然就锅子一组。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呢。真的吗？哪一个？七。确定。好了好了，我觉得不会危险的。我想要调理棒，这个超好用的。对啊。我的调理棒厉害啊，调理棒。来调。调理棒高高高高超营养。超营养。你的历史很贱了没？OK. I drink. No, two girls, you there, you there, yeah. Two girls, one cup. Okay. A man, one. You single cup. Okay. Oh my god. Okay. And this one, one sade. 讲英文啊，来讲英文。One sade. 好棒。吃哦，这个给他，这个多好，这么营养啊！你一口一口就分了就没了，这很好吃，真好吃。哇，太平是很营养哦。哇，一人哇，好喜气啊！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国杂耍技里面无敌吞奶。我们地下都撑不下去。各自回锅，所以加地瓜粉。对，他刚才就是一些豆腐乳，豆腐乳加上一点姜蒜、姜末、米酒、姜末米酒。对对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现在这个米粉呢，我烧砂锅。还真是没吃过安康鱼肉哎，真没啊？没吃过。现在呢，把这个鲜奶油直接就这样拌上来。这个汤真的好好喝哦！我现在就直接摆上来。哦，那因为我们要配合整个完美的画面呢，所以我先不摆，让它好拍照的时候好看。我们换另外一边也要组装了，来，这边请。花生豆浆这样子放啊？对，把它放进来。哇，骨拉面，豚骨拉面。花雕酒，花雕酒，花雕酒一大匙。还有糖，加点糖，因为花生味道比较重，来一点糖就好。刚刚做的。哇哦，辣酱很辣吗？还好，香，微微的，他说是不辣。哇，不够，哇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你看，这是九层塔撒进来。哇！来，现场倒数十秒上来。五星级料理秀，今天为了爱玩客和爱台客，我们一起呢推出了非常好的难得的一个食材，是安康鱼料理。时间到，完成。
阿吉斯，你让我先吃，好不好？好。阿吉斯，请出题。生活在深海的安康鱼，行动比较缓慢，不善于游泳。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竟然会 A 没有鱼虾吃水草， B 撑开大胃带来吞鲨鱼，请问 A 或 B？ 哎喂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碎，非常好，厉害！但这题难，这题难，这题难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爱台客有压倒性的胜利。来，不要这样嘛。我觉得是 A 耶，我觉得是 B 耶。我也觉得是 B。啊，鲨鱼哎。陷阱啊！吞海鸟就算了，鲨鱼哎！我跟你讲，他该都已经吞海鸟，所以他讲延续。粮食有限的情况下，你说他会吃地瓜全餐吗？不可能。也不会喝牛奶，有一种被伤到的感觉。答案只有一个，真相只有一个，有图有真相。B， 答案是答对了。好厉害啊！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请听说明。安康鱼行动缓慢，而且不善于游泳，但是它们拥有伸缩自如的弹性的胃，可以吃下比自己大的鱼类来囤粮，因此科学家经常在它们的胃当中发现鲨鱼等大鱼的遗骸。正确答案是 B。 好酷哦，好嫩哦，鱼很嫩哦，真的还 Q， 又嫩又 Q， 而且充满胶质。嗯，哦，对，它的那个皮都是胶质。詹姆斯怎么说？整个安康鱼它本身的肉质就已经够软，外面再用地瓜粉下去炸过之后，再加入微的这个技法下去的时候，整个那个粉啊脆度不见了，反而变成是一个保护膜在外面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认为好像整块连地瓜粉都是吃到鱼的感觉。哦，对，那外面的话汤汁的部分因为用了蛤蜊下去煨，所以那些粉是很容易吸汤汁的，所以那个鱼肉是非常有味道。嗯，然后好，谢谢阿金师，正点哦，正点。我们抽奖哦，还可以抽奖，吃都没吃，还有抽吗？还有。我们把它整套的那个什么，这个搅拌组啊，好，谢谢，整套。现在几乎都是大奖了，真的。对啊，哪里都后面 OK 哦。不是，照片，不是吧？对。所以。哇，我整个奶都醒了。哇。我感觉剩没多少了，还拿着。我们已经吃到阿基斯组的。我们就想拿到那个搅拌棒。对，搅拌棒，搅拌棒，搅拌棒。搅拌棒，搅拌棒，回去，来，继续吃面。嗯，现在是左右安康，好不好？詹姆斯，请出题。深海安康鱼的体色通常是呈现红色或是蓝色，但如果看到一只安康鱼像图中这样的偏紫色，那可能是因为这只鱼 A 正要登短廊 ，B 准备要交配。哎呦，我来，安康，你来，我来，小乔，加油！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碎了。哎呀。来，我觉得可能是正要转大人啊！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这只鱼看起来很小，对，而且这么小就要交配，它懂不懂礼貌？它懂不懂伦理？懂伦理啊？什么伦理啊？猜到这种法定年龄再去交配，对，闻到有先后嘛？对，登短郎啊啦！我们逆转胜，逆转胜，艾瓦克逆转。好，所以答案是 A， 正要登短郎。你看，就要赢到最难得的一个奖品。来，请说明。科学家在深海的礁岩中发现一种安康鱼，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从偏蓝色的幼苗渐渐转成偏红色的成年个体，而图中这条鱼啊呈现偏紫色，说明它正处于转变成鱼的青少年。它有点像新加坡那个拉沙的感觉，有一点，有一点点。哎，新加坡那个拉沙那个，它也像麻酱汤，因为它那个坚果啊，花，对，花生的味道蛮重的。鱼真的是还蛮嗯，好吃，好吃。阿吉斯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口感吗？整个鱼汤呢，带着浓郁的一个坚果类的酱香呢，就好像川菜里头的担担面一样。嗯，那个捞起来以后的那个椒麻的那个香味呢，在咽喉这边吞咽的时候，不断的香气从鼻梁口出来。嗯，对，没有一点微辣的话，好像又顶不到那个味蕾。对，就因为一点点的微辣，不会让你产生负压。嗯。在正常的一个口腔味觉当中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圆融效果了。嗯，很赞，掌声鼓励。谢谢詹姆斯。完了，他突然抽大奖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清洁组好了。
金盐好了。啊，对，还有金盐盐呐。你想要说哪一个？你想说我想要调理组啊？不是，我说你觉得哪一个好？你这样碰了这个呢，整个运气就毁了。不会不会，这就风水，我们就是要带这回去。你破到风水了？不会，不会的。等一下就会。那我带这包盐怎么办？我把整包盐吞掉。不要整包，你吃一汤匙就好。我吃一汤匙，你吃一汤匙就好。你不要冲动啦！不要整包，你整包不合理。吃一汤匙就好。吃一汤匙。你不要看我了，我刚才喊出那个数字，一起三个人一起喊那个数字哈。一二三，六。好的，一。那选六了。选六了，一选六了，一了。先别动，先别动。这是好酒。你好，选什么？要选什么？先看六，选六。确定吗？我觉得这个是调理棒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吗？看到条子还好。金盐。金盐。我选一。来，归组。来，归组。归组，或是那个调理棒。我调都可以。对，希望你们在台湾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玩得很愉快。好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大家。记得准时收看《时间到》的书，祝全国同胞喜欢看爱这个爱台歌的朋友天天都幸福。晚安，拜拜拜拜。厨师拿手菜复仇赛，傅娟、蒂若安再次来踢馆，枪劲压鼻，还没开始做菜就火药味十足了。傅娟，你不是开了英国吗？怎么美国？所以想说飞回来一趟要很久，所以就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让他们。我这样讲要输的，当然对，应该的，我们放水。你都敢把那个主持人拿手菜复仇写在上面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懂啊，换扛吧。拿手菜是什么？跟虾有关吗？果然是虾。你们真的觉得说今天的扛棒上面不公平是不是？不公平，这还不能算是他们最强项。今天如果板子一撕开是茄子明虾的话，那我感觉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。写之后，当他打来讲的时候，说他们真的因为这样睡不着，然后觉得什么睡不着？他们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我跟阿基斯身上。真的，你们辛苦了，这么委屈还要替我们收这些水，我们命好苦啊！你真的要切背吗？我想要伙伴呢。对切对开就是。我想要踢腿哎。好了，你决定吧，你决定吧。很明显的，现在已经意见不合了。第二阶段指定赛接力赛是拿两道菜呢，百合虾球、麻油双腰。因为我很少看人家切花刀那个切这么开的。你不要跟我聊天，我会忘记我要做什么事情。花腌以后呢，让它过一下油。你现在要过啊？来得及吗？刚好。时间到。你为什么都要用劈腿虾？为什么不用整颗虾球？因为劈腿虾可以展现我的刀法。